花莲寿丰乡有一名70岁的赖姓男子，昨天上午修剪树枝防台，不慎从3公尺高的铝梯上摔落，伤重，送医不治。患者为一名男性，患者在修剪树木时不慎坠落，约高度约3米高，现场患者无意识、无呼吸、无脉搏。这名住在寿丰乡盐寮村70岁的赖姓男子，昨天上午10点多与妻子修剪庭院树枝，不慎从高度约3公尺的铝梯上摔落，当场失去生命真相，经送往慈济医院急救，仍宣告不治。